学为是一组横折为温度，纵折为荧光强度。而我们也希望可以将荧光粒子的荧光强度和温度以地形图的方式来呈现，以例外可以直接观察出它的温度分布。然后 XY 则为细胞分布的范围， Z 则为荧光强度或是温度。我们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你就先回到那个第一页好了。好，你们报，其实你们这样的排版可能不太好，就是一来字太小，因为现在放大成这么大，字看起来是蛮小的。哦，所以可能字的话，哈，如果假设在海报的话，应该讲说印成海报的话，要看起来最少像你现在呈现的这个字那么大，最少。那接下来你的研究动机写太久。写太多了，太有点浪费版面。研究动机的话是版面够的话就放，版面不够其实就整个都拿掉，直接进到那个你的研究目标。哦，那因为你们可能就觉得这样子比较有趣，可是那个国际课程他其实蛮死板，他就是要很严谨的研究步骤。所以第一个嘛就是 motivation 嘛，就是研究动机。那接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 object， 就是所谓我的研究目标、研究方向。所以你第二个可以这样子写，那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那因为你如果把第一版给上面给砍掉，你下面字就可以变大了。好，再往下来，在这条研究流程图太占版面了，你们研究流程图必须要再精简，因为你们坦白讲，你们现在研究流程图有点死板，你看这个又占了三分之一，看看能不能精简，然后把它活泼，然后就一行，就是比方说，大概用一半。用现在一半，然后来呈现。而且你的研究的流程图里面讲太多，什么步骤讲太细，那些步骤都不用讲。如果去评的，还要你讲这么细的步骤，他看得懂的话，他第一个他的能力就不够，就是只要关键词就好。然后接下来设备的部分呢，哈，设备只要讲方法跟药材就好，你用什么药材，就是所以这边其实这边大概你可以缩减成一行到两行。就是一样到两，这个就是说你用的药材、用的设备，那包含你下面的像你的加热器那些也不用，因为你讲名称，它就对应的这些人家就要知道。但是这个图如果是实验的结果，这个药，但是这个时候会 care 到，就是说你们要对应的，因为通常实验的重复性，什么三重复、五重复，理论上最好是能做五重复的平均值，哦，对应的一个五重复的折线图，哦，这个地方比那三张图有用。那而且你这样子，你等于说这样子一精简，你第一页大概就可以多出一半的空间，让你把字跟图表放大。OK， 好，那再往下。那等一下，这边的话你是从文献拿来的吗？如果文献拿来的话，就是你就直接讲方法，就不用放进去。人家是 care， 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实验中的机制跟，生物来讲，它强调机转，就是。经过这些药物反应的时候，它对应的胞体的状态的改变，这叫机转。物理跟工程会强调机制，就是说这一个机构的设定。那等一下我们另外解释，就是说你们的机转的状态，还有你们的胞质作用。所以这两个图其实可以不用放。好，因为这两个图是参考文献，因为你参考文献已经有列了，所以你这里没有列参考文献嘛，所以建议你们在最后面加参考文献，然后把这两篇的。文章给引入，好，然后这是第一个 result， 就是接下来第一阶段研究目标嘛，这边全部都是你的实验照片，对，就是 result 嘛，就是说就是结果嘛。那这结果的部分也是一样，你上面的四个张图，我建议你就是说 B1、B2、B3、B4， 把它标下标，然后讲解的时候你要强调说 B1 是状态怎样，就是可能。荧光剂接触之前，没有，还没接触之前，然后这边是接触荧光剂。那从图形来讲，可以看出它的差异性。可是因为你现在看出来，你看能不能翻拍成彩色？你现在翻拍成黑白的，效果不大，因为看起来都是黑白的。但我荧光剂知道那边有亮点，这边没有。好，那接下来我往下，就是好停，对，那。那个温度的图为什么只有三个而已？我们是用温控去在不同的温度下，然后去拍摄它的
那为什么你只做湿度23、45？哦，因为目前温控系统最主要能测量到温度就是这三个。不能做其他的吗？可以再做更细，只是因为更细的话，差别其实看不太出来，就是会变差距会变更小，就是。那你为什么选23，不选20度，也不选25度，不选30度？哦，我们是透过刚才上面这张那个校正曲线，就是。你们这张就做太少，只有四个值吗？你要其他你都内插外插，这会被打死的。如果你们只做了4个，好，我们到时候再。因为对，你会人家会觉得你的实验做太少。太少了。你只是有做，但是你没有做完备。嗯。因为完备代表严谨。好。嗯，好，那接下来听，这边是上面图对应出来的结果吗？没有，这个是我们另外在测试保存的，就是。那它的测试的状况、条件、环境条件。就是测试这个实验的环境条件，就是在温控平台里面。其实你们也是一样，因为你们旁边不是有板，旁边都还浪费掉板面了嘛，都可以加注一下，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然后状态之下得到的结果，然后也是这样图一二三四，就像你们在实验室看文献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连环图，然后都有 A B C D， 嗯，然后 A 是怎样 ，B 是怎样 ，C 是怎样，然后下面都有加注。在什么温度多少，热温度多少，然后什么机器的，应该都有嘛。嗯，这个固定医学类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写法。这是讨论吗 ？discussion 吗？对，讨论。条列式哈，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尽可能一点就是一行了不起，就是真的不行的话，就是两行之内一定要结束。哦，那假设你今天只有两大点，你可能不能超过4行。而且你的讨论最好呼应到你的研究目的，你的研究目的如果有4点，你的讨论最好就是分成4点，那你的结论也是分成4点，啊、哦，所以结论也要用条列式，对，结论也要条列式，然后未来展望太浪费版面，嗯，而且未来展望这些跟你现在的差距过大，不要花那么多，而且未来展望跟刚才一样，不要是你现在可以做得到，但是你没有做。因为你现在可以做得到，你没有做，你把它列为未来展望，那很明显就是你实验没做完。未来展望就是说，比方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开发药物，那药物等于多少？药物下一关第一个实验室做完，下一段就是所谓的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嘛。理论上在医学组的全国际科展要做简单的动物实验，然后看反应，因为由动物实验类推到脊椎动物实验类推到下一阶段的人体实验跟未来的上市，那人体实验跟未来上市列入未来展望，因为动物实验其实。每一个医学有医学系或是医护的大学里面都有养一堆老鼠啊、鱼啊、兔子啊，应该有嘛？你在北京应该也是有看到，还是没有？几乎都会有。那为什么？就是让你去打，而且他们都是几千只、几万只在养，因为一次实验可能就几百只老鼠、几百只兔子就挂。那所以基本上你们如果一次两次都没做到，那人家又会质疑。是不是你们这个东西还是处于前端的构想，然后有初步的化学反应？因为你现在是报医学组嘛，对，你不是报化学组嘛？那化到前端的化学反应 OK 的话，那是化学组可以接受的。可是医学组他要到最起码简单的模式生物的一个测试。好，接下来就是参考文献了。OK， 这个。你们海报可以弄成一页一页吗？说一下。对，就看到这样一页整个 global 这样一页。就缩小。哦，不用那么远，就一好 OK 好，到第一页，先到第一页。哦，不要超完第一页，对第一页。你们那个最上面的那个第一块，我们为什么选择？那真的太多了，是真的太多了。那个通常那边啊，就是。大概只做三行，三行到四行，现在这个流程，那个一定要三，第二个也是。那你们那个流程的那个箭头啊，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楚，你们颜色要加深一点，而且要小一点，好，而且要小一点点。那，海报很珍贵啊，所以你们那个应该把它做再扁一点点。你流程要摆，其实我觉得 OK， 可是你知道吗？上下箭头给它短一点点。知道为什么？你把它缩起来，它就会
堆上去，你就可以多摆很多东西。好，那第二页，胡老师讲过，我就不讲了。那个第二页是你们那个，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有很多图，是你们自己的图，应该有吧？对，你们图放上去那样子，感觉每一个图，这个海报印出来，每一个图会很大哎、欸。你知道吗？因为你看你这样的一二三，你这几乎就是五张图，你这几乎就是，而且像我们会建议，像我们摆图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图会给它一样高，因为你是摆四张三张五张，可我们尽量这个图都像我们的海报有一堆图，我的每一个这个都是一样高，我的每一个都一样高，所以我看起来都很整齐。那、啊、你们这个比较高，这个比较短，这个比较长，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尽量把图都对到都摆得很整齐，不要说我这一栏高，这一栏低。好，这样其实不是很好。然后建议那个后面海报的后面不要跳色，他们不喜欢，因为生物组最吃亏就是林荣耀院士，他直接来评，他会直接下来评。你只要是不顺他们的规格的那种东西，大概都会他们比较保守，他会刁得很难听。反正就是照我做的就对了，他们会有那种观念，所以通常我们像你中间的上面中间那个。就是底片后面比较白色，对对对，有颜色的他很不喜欢颜色，不知道为什么，有颜色他就直接叫你掰。不是你不喜欢底色，就是说你现在这种排版比较活泼，但是他们生意组的很生意组很保守，很保守。院士因为是院士在院士自己在看，对，我们看过很多人被电，我是三年前就被电，哦，所以那个地方可能都不要弄底色。你看我的海报完全不上，就是以前被。工程组跟资讯组，然后第三页，然后物理组也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没有物理也不接受，有一些也是不要，因为他们都一样，他们都一挂的。我去年我出国的完全没有那个。那数学一样，都一样，哦、都被改掉。哦，通那个。通常工程跟资讯组会比较。没有，因为直接叫到办公室，比完以后直接找我，有点刚刚那种。你的第三页有点不懂。海西跟他，你看你的海报啊，人家会感觉不够多东西啊。还有你们到时候用英文讲吗？中文。我跟你讲，你们中文讲英文海报，这个你这个用英文，你这个用英文，然后你用中文讲，哎，细哦。对，这个我以为你们还没背好。他认为你没背好。他对会觉得你是没有准备好的，不然你就是会范围中文，而且你的海报范围中文你就好了，你干嘛？对，中文就讲，中文讲，他。你们大家看，我海报塞着满满。你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会被打了。为什么会被打？他们会跟你讲说，海报版面很重要，你的白的地方那么多。你那个，你这一页，你的第三页，八天嘛，你把我们很重。我的海报挤到，除非他塞到满，我是海报上面一百个图啊，塞到真的塞到爆掉。图表，他们不喜欢看文字，他们喜欢图表，他们非常不喜欢看文字。除了，对我的第二页。只有图标有字，其他我一个最还有那个标，先把中文字，其他我一个字都没有。然后赶快翻找英文字，一个字都没有，完全没有。字可以在哪边？字可以在前面研究动机啊，研究目的那一定要好，研究方法那边有字，开始研究了，通通是图表图表，他只要看结论，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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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后结论 conclusion 或者 discussion 的地方，才开始有条列一。神太只要看，院士会下来问的，会直接问，院士会直接下来，生物组会，生物跟化学最惨，生物化学生化的院士会直接下来问，那三组最惨，其他院士不会管，可是生物化学跟生化那三组，那是他的 field， 他都会直接下来问。还有哈、哦，那个院士有电过，你实验总共几次？至少三次，啊你的命，你的 standard deviation， 那个通通要打出来。你前面那边不是有那个前面那边那个误差有多少？我跟你讲，那个全部都要打出来哦。误差有误差就一定要用标准，一定要打出来。你做实验一定有误差，那你 R square 是多少？你马上点哦，他马上点哦。就是看医，你看医学论文的文献上面，你看医学论文，它上面的那个标图说。怎么写啊？你们去模仿他写，就模仿。你用模仿他写，因为他习惯看那个，啊，你上面没有。然后我有听过那个，我有听过院士跟我讲啊，你像这个，你至少要有一个解释，要不我看不。
就是图说了，就是图说。就是说你口说的部分，你贴出来的海报，没有你讲解，就另外一个人去看哦，知道这是在做什么，然后中间就开始 result 了，三张海报啊，中间就开始 result 了。你的 result 了多少？我不知道。就你的结果，研究结果啦，我立了去我们共系，啊那个。那个其实都已知的就不要列了。好，那就下一组。郑老师，这爱点点。哎、欸，你那伊那去用点，对，一定安尼讲，因为你那出现的是，不管第几年都不管。我是等于你处理的先。嗯。那你让我来讲。很亮，亮一些，又是亮。哎，好了，要这边，还，他们，剩下两件而已嘛。这件跟那个电脑。还有啊。电脑上一件。还有几件。我问一下。还没报举手。还有一件，这边还有一件，对吗？嗯。知道我的意思吗？满满的。去日本的有看我多少次？你们这件还有那个？你看，我就台湾中有两件，我这个上不到。还有，那个这样子，那个张老师他们那件，跟志东没有，要讲，就也只有张老师到不来。没关系，他们下午也是下来讨论。我第一页，就会后，所以我说，不是我要求跟你们在一起，我自己，他图表的部分。前面的制的部分就是像研究会主任，像研究设备，你设备很好的，评审一定都知道，对，他该清楚要清楚，该怎样，该示意图该怎样，而且你看我，你看我这样排的，什么都一样大，我的三排照片是一样大，这五排是全部都一样大，这边全部一样大，一样大，一样大，这五排全部一样大，不然就没了。我刚才讲这件事情，而且你有看到满版吗？有看到吗？我三页是满版。好了，没关系，那就开始。啊，你们那个生物组，哎、欸，知道我大致那个生物还是化学的，不讲今天。谢谢。物理吧。啊，物理他不来。有啊，来物理有来。哦，好，那开始，来。那还有两件呢。大声一点，大声一点。首先，研究动机，在有一次的校外教学中，我们去参观了故宫，然后发现了一张图，它是有左右对称，然后上下对称，然后左右无限对称的图，然后就直接对它感到兴趣。然后在下一次的国际2017的国际课展中，看见一件关于这组派的作品。所以便开始寻找一些相关文献，然后，但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献都是针对这个进行讨论，所以我们就想说，看可不可以将它用成论文或者是复述平面。什么是 Bruce Pattern？Bruce Pattern 其实原本是几何学上的图形，但是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空位的数学家，把这个几何图形的数字解开来表示。然后其实 Bruce Pattern 是无所不在的，像这个网光上的花纹，它的旁边的这一圈其实就符合 Bruce Pattern 的图案。接下来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以及问题。第一个是探讨由一维 Bruce Pattern 建构二维 Bruce Pattern 所衍生出来的性质。那第二个是探讨用一维 Bruce Pattern 建构出来的复数形式的 Bruce Pattern 的性质。那第三个是比较那个二维的 freeze patterns 跟复数形式的 freeze patterns 有什么差别？由于在大部分文献里面都只有针对一维的 freeze pattern， 一维的 PML 型进行探讨，那我们就先来介绍 PML 型的 freeze patterns， 由 figure 4所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周期性。符合。
垂直反射、平移跟180度翻转。那由图四的五所示，那前半周期的五经过180度翻转之后，就会变成那个后半周期最下面的五。你讲不顺可以用英文吗？没关系，我知道你背一半。你们哦，对，那个，那就是菱形内的数字，它符合左右相乘减掉上下相乘等于一的形式。那这是我们给它的符号跟定义。这个是一维的，然后这是二维的，这是复数形式的。那这些数字就跟刚刚提到的一样，左右相乘减掉上下相乘会等于一。二维的话，因为它是有上下减左右，上下减左右，左右减上下。打错了，我打错了。对耶，你都没抓到，那我打了。好，那二维的话，因为它是有两个一维所组成的，所以它的左右内积减掉上下内积会等于二。那复数形式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左右乘积减掉上下乘积的差值是不固定的。接下来我们介绍所谓的阿转换。阿转换它的定义是第一元素链第一条一加二除一会变成新数列的。这图案你改过？说一三二一正三的小姐。他上次他没有调，他只调这个八个，他这个没有调上去呀、啊。我没有检查，好吗？那图，因为我没有改图，图改很多，没关系，你就照着讲没关系。啊，你去抓它的后面。在最原始的分开的时候，有第零列跟最后一列的数字全部都是零，所以有阿转换也可以知道零加一除一会变成新数列的第一个数字一。然后按照这样的转换周期，会发现原本的第二列的数字一三二一五一二三会变成新数列的第一条一三二一五一二三。没关系，他抓错地方，没关系，回去改。然后 ，R 转换的定义跟 L 转换的定义是相同的，只是它是由右向左进行转换。这个没错，这个都没错。刚刚有看一下，有错，看一下，看到有啊，有错。哦，有错，把 P 五要改。那接下来介绍不变量，就是在一个周期里面。一的数量会跟二的数量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然后我们用红线隔开两个周期，哦，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我们用这条红线隔开两个周期。对呀、啊，上个星期原来这个图是一个半周期。这是我们的流程图。研究流程。加油。接下来我们把 freeze patterns 延伸至二维，那。像前面提到的，因为二维的 freeze patterns 它是由两个一维组成的，那它的左右内积减掉上下内积会是二。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把它延伸至复数平面，那复数。刚刚提到的二维 freeze pattern 算是跳板，因为要把它从要把 freeze pattern 变成复数形式，要先把它用坐标，例如 a b 会变成 a 加 b， 一二会变成一加二这样 ，a 加二 i。不要紧张，好，那你去用英文没关系啦。哦，我还没有变很熟。好吧，好吧。然后那个学生怎么背的那么简单的啊？没记得背的。对。这张图也不错。
你有做？我不记得。那你可以用日文。哦。没有规定要用英文或者用日文，啊、他不对，有说规定。说十六有。好，我记得。对。这是用 I 的。那你放错，不是我放错。哦，是我放错。那是你放错。他有解，他有做，他有说他放错。没错啊，但下一班就错了。右边好像。刚刚是要挨的。对啊，挨的，他放错，他放错。那会是他们差题啊？对啊。那这张图十七就是图十六的步数成绩差值，经过排列的图形。符合什么规则吗？对啊。它是 PM error 型的，一样符合垂直反射。平移跟180度旋转，这样子有错。方向多天在家，我没注意到。那接下来是连续斜向连续三个数字的关系，如图所示，这个红色平行四边形里面的数字，一组三个为一组，然后。第一个数字加上第三个数字除以第二个数字会是第二列跟 n 减一列红色数字的第一个，例如一加七除以二等于四，一加七除以四等于二，一加一除以二等于一，以此类推。然后接下来。就是 PEM 型的 R 转换，那前这边讲的 R 转换跟前面提到的 R 转换是一样的，一样是，第一个数字加上第二个数字除以第二个数字会是，一加三除以二，一加三啊，一加二除以二，一哦说对了，哦，一加第一个加第三个除以第二个会是新数列，蓝色平行四边形里面的第二个数字，例如一加七除以四就会等于二，然后。四加三，所以七会等于一。那 R 转换是由左到右 ，L 转换的话，则是由右到左。那我们就一样用红线隔开两个东西。好，那现在就是，哦，好，如图所示。这张图斜向的两个数字为互，任意两个数字为互值，例如二七七跟十二，十二跟二十九，二九跟二十七，二九跟十七啊。不要紧张好不好？我刚刚讲错了吗？我要录一集。哦，每一件都觉得这样。那接下来就是 PEM 型的不变量，就是我们一样就是用。红色的线就隔开两个周期。那在这张图里面，在一个周期里面，那个数字一跟数字二的数量还是一样的。好啦，那接下来就是 PEM 型的复数形式 phase pattern。PEM 型的周期性符合水平反射、平移跟滑动反射。然后步数形式它的左右相乘减掉上下相乘的差值是 不固定的，那下一页经过排列之后就会变成现在这张图二十七，它的周期性一样是符合水平水平反射、平移跟滑动反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结论。二维的 phase patterns， 因为向量没有内积，那向量内积没有除法。哦，好，就是。二维的 freeze patterns 它有，它保留了一维 freeze patterns 的性质，但是因为向量没有除法，
所以它性质较少。那复数形式的 freeze patterns， 它的复数乘积差值是全虚数。那 PEM 型的 freeze patterns， 它的性质在经过 L 转换跟 R 转换之后还是一样的。结论：斜下连续两个数字，斜向连续两个数字它是互质的，斜向的连续三个数字，它的第一个数字加上第二个数字是中间那个数字的倍数。嗯？对啊。我问老师加法。好，没关系。好，接下来是 PEM 型跟 PAR 型的性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一维的或在二维的。最后一个，在 PEM 型跟 PMAR 复数形式的 freeze patterns 里面，它的复数乘积差值都为纯实数。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参考文献。对。哎，老师，我知道。我们改图的时候不都对吗？你切错对不对？哦，我切错。你切错很多哎、欸。为什么不是电脑？不是电脑啊？我要讲几件事哦。高谦他的两篇科展里面呢，他有谈到赋值，谈到 R 转换，谈到 L 转换，谈到周期，还有一个不变量。我是用那个全部都把它写成，因为。我看你投影片的意思是你们发明的，这不对。你都马上写到文献探讨里面，不然我跟你讲，你会被尤生鹏砍。我们不，我没有参加。没有没有没有，你如果要参加新北市，你可能新北没有，你可能参加台北市，尤生鹏没有进去啊。你又到全国科展，一定被砍。因为他已经解决了赋值，他国小就证明赋值了，那个中间赋值他已经用很巧妙的方法证明赋值倍数 R 转换 L 转换，可是我看你这个投影片好像是我自己发明的，这不对，这是学术伦理，知道吗？那后来也有一个周期，我们不是另外一种的吗？因为也有一个周期和不变量。你们 PLM 是新的，你们 PLM 是新的，这个要分清楚，这个要别人发明的，你这文献都没有关系，或者你是后面你加一个表格，已经有发明的，附录有发明的，你现在只有 PLM 十一，我跟你建议是，你做比较表，跟 PM2 有什么不一样？这中间有不一样的，加了复数系以后，又会变怎样？那个一等于二的不变量不是像你这样讲的，懂吗？这我列一个范例，然后一就等于二，没有，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去把它证明出来的，一等于二，他国小五年级就发现了，他是用特例发现的。可是证明搞了多久？搞了五年，你知道吗？你去那个，我好像有寄给你那个，因为他后来没有得前四等奖，所以没有贴在海报上，没有贴在科教馆那边。吴老师，这样知道那个意思吗？你去翻那个后来二零一七的那一篇，他是用很巧妙的方法，他花了十页。写出来，它什么 DK 区间、K 加一区间，那是很巧妙的弄出来的，知道吗？不是那个像你举例那样，要不然你去全国科展又被打。跟你讲，因为全台湾最懂的两个人嘛，一个杨世伟，一个谁？尤生鹏。尤生鹏一定进去了，他一定会公开讲的。他周琦，因为周琦拿到全国第二名，因为会是数列，
你又没提绘制数列，因为绘制数列又拿了一个台湾国际科展三等奖。那个你们要注意哦。那绘制数列如果进到绘复试系，有没有不一样？这个我不知道。绘制数列如果今天把它演化到复试系以后，会不会性质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还有绘制数列可以转换，经过这个图，经过转换以后变卡特兰数，这是一个卖点。那还有一点，那个原来发明者他其实是根据 2N 边形把它三角化里面的 2N 边形，你知道吗？那 N 就是变动， 2N 边形三角化以后的个数变成这一个，这个原来高先生有写哦，他在国二的时候就写了，知道吗？我们是找了好久以后才发现的，才去那个数列大典，那人家花很多时间，因为那个是本来几何的意义，把它变讲成代数的意义，那个转换。就这样，谢谢啦，对不起，跟以前一样，就是冲的要命，好，对不起。好，那个下。